那再来呢，我们又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音乐。再来这个节目就是我们男高音二重唱，那要演唱一首呢，我们意大利的曲子叫《Nella Fantasia》，它是在讲说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是一件多美好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由，男高音所展现出来的音乐，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以为说男高音一定就是这么雄赳赳气啊，这么高亢？其实男高音它也有非常柔情的一面。我们来听看看这首意大利的曲子《Nella Fantasia》。Ritu di vita.